傻眼，跟你们玩观看数都飙起来，傻小。感谢你们，感谢你们。关台了，我们关台了，关台了。没有没有没有，从七点到现在。七点到现在。对啊，比如都。就是我们十点关台，所以你现在飙起来了。哦，谢谢你们的观众，谢谢你们的观众，我要把标题改与阿米狗游玩。阿米狗游玩，会会。你想干嘛？你想干嘛？你想干嘛？想干嘛？哎呦！又没子弹了，我准备回去了。嗯，我也差不多了。看，我就没有子弹的困扰。到了，等一下吧。可是我剩一发，通常弹。右键打一打，右键打一打。拔刀，有我通常弹。你拔的不错。我通常弹，我通常弹。好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好，回家。我回去了。快回吧。这么开大了吗？这里交给我来。我看啊，我看啊，你们要下来过，我要跟你讲。哎，准备了。要大了吗？还没。但应该快了。眼睛张开了啦。还没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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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开直线的而已。好吵！下去了。嗯，可以。好，我要来了。我打倒了，没事。哎、欸，他从把他头咬爆了。哇，头哦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我在他大招旁边，好可怕！第二个大，我要先来去挖东西。不要嘛，我只是挖个头壳而已嘛。再让我挖一下头壳。好。我没粉了哦，我没粉尘了哦。好。好渴，滴铃，还想滴铃啊？你也钻个转身衣再挖嘛。转身衣中掉了，刚刚。你喝酒。好了，没事。你最近都在玩什么不眠之夜，是不是？啊！不眠之夜就前两天在玩，哦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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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滚了，我先走了。我要走跑远一点。虫虫，你咬得到吗？虫虫，你咬得到吗？咬不到，太远了吧？呜！跑起来，跑起来，跑起来！他没有马上放大。对呀。那这次怎么这么不听话？你想干嘛？啊、欸，放完了，可以下来了，可以下来。啊，这边有一只虫子，哎，这是什么？快死了！这不是土龙哎？什么土龙？上面有土龙可以抓哎！哎呦，那假的那个不是那个吗？是吗？我刚刚想到他怎么在那边盘了盘。我去看看，我也要抓。啊！我小心，我要抓哪里？这里。你在哪里？最前面哦，好，这里啊，缺口那边又换了一组了。哎、欸，是哎、欸，哦，我想说他走那边转转转，走吧。哎呦，要去啊！他没先问说他下面的状况。
下面状况有人打了，我回来了，我来回报下面的状况。开炮！开炮！开炮！小心点！啊，你被轰到了！你看轰到的血量是这样子，你看我血量已经吸回来了。是任何一把超筒棍都可以这样玩吗？不行不行不行，要有这一把，要有两把，要属性强化的才行。不止两把啦，只是这一把会比较好一点，因为有洞，洞有两个。嗯。啊，反正你们应该都克制强化了吧？克什么强化？就吸血之类的啊。有啊有啊有啊。主要还是克四吸血吧。嗯。他剩多少啊？我没有开。7000。哦，咬700下。哇。他头壳在哪里啊？我都还没挖、欸。你那边呢、啊？他脚下，他脚下，他脚下。哦，我看到，看到。想挖。想挖。挖。对啊。不要啊！混蛋啊！还挖？我是不是也要挖？不挖好要猫光了，是不是？他剩2000了啦。好，可以挖了，是不是？干嘛啦？那我装个子弹嘛，子弹没了啦。啊，刀！他要晃大啦。大球球跑起来、哦、我以为这边也会 有事哦、喔、有啊有啊有 啊, 對啊会出事呢，我以为只有中间而已。他是放了第二招啊，他是连放两招哦，有几率啦，蛮高，我都觉得蛮高几率 的, 高率的，所以还啦，嗯，匆匆咬他，他快死了，他快死了，剩四百，八十，是的。叮。都没丁的脸，和结算画面。他进聊推进度吗？可以陪你哦。欸、我天地龙皇又跑出来了。我先不用。好。
看一下我缺材料吗？啊，看看，装备，可以了，做出来了。好，我要配装了。嗯。装备，天地，嗯，皇后明灯。所以鼠姐对虫子也有用。嗯，什么鼠姐？属性解放啊？没有吧？没有用。嗯。所以也不用特别称属性解放什么的了。体力恢复，作用不大。防御，那防御我就不用啦。这一套防御就不用了。看一下。技能资讯，耐震三，风压，胆怯无效。OK， 接下来就是
奈鼠有四个洞的珠子吗？有啊。啊，那我还没拿到。可恶！铜炎王龙，啊！要有超虫棍，是不是都要炎王龙的装啊？啊？超虫棍啊，是不是都要炎王龙的装啊？没有啊，他不吃装备吧？他吃虫子而已吧？虫子留的不吃装备啊？我说就棍子留的，棍子留的吃啊。这是炎王哦，就炎王三件套啊，搭一个黑狼鸟的鞋子啊，其他就是随便。黑狼鸟是巨魔几等啊？三等。要战成黑狼鸟的话要五等。我好像还没遇到。啊，那个通常都是穿战成黑狼鸟的鞋子。最后可以用那个好了。好爽。好哦。对，我开台应该是下去齁。我下去咯。然后又怕聊出一些惊悚的东西。鱼龙，
关锁定。其实连续开了，想一下哦，一个多月了，然后觉得最近体力越来越差了，对啊，真的吗？真的差很多，什么鬼啊？这样子，然后再这样子搭浴场。手，呼叫个人啊，骚恶龙，啊啊！打谁、啊？打阎王？什么阎王？普通阎王吗？对，他、啊、就 M 级的、啊，打 M 级阎王可以打。哦、你要做阎王三件套了。嗯嗯，等一下，我强化个装备啊！好了，嗯，我被丢包了，阎王你好。可惜那是狩猎敌，对吧、啊？狩猎底长这个形状的，你这冰咒龙的狩猎底啊？阎王厉害，准备倒地了吗？那这边打也可以啊，我是都可以啊。啊。那直接让他撞墙也是可以。捡石头。
这种马上换区，哇！他回来了。到了。嗯，我以为他开大，可能是飞回去而已，飞来飞去。哦被上楼了，可恶！虫子没有练起来，真的差好多。你要给他吃那个阎王掉下来的石头，哼，然后要打软化。主要是这只冰虫我没有把它练满，嗯，这只冰虫还差两阶，可以去蹭一下那个雾。欸，天地龙皇不是说装备可以？你说整套那个效果吗？对啊，为什么被吼还是会有耳塞？还是他是我都要看清楚。嗯，我没有做那一套啊，只有做裤子。因为他裤子很我看他效果是说抗风压又抗耳又有耳塞啊，又耐震啊。嗯，所以我刚才在想说啥，或做整套的。哦哦哦哦哦哦！太阳，太阳，欢欣！哇，真的是很硬耶！没有，有那个。防御大，不是有人有试着撑到防御五千？对啊，哦，然后那个大招扣一点点，对啊，超扯的欸。可以撞，你们要靠墙啊！好，是什么？新的招，铺地板。
还会飞这边哦、嗯。底下。对啊。太少飞这种地方了。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他在这边，可壮。他为什么有时候虫子会连续叮两下、啊？从你那边冲出去，一开始会叮两下、哦，对吧？之后就是一下一下叮。嗯。吃我龙鸡蛋，干！吃我龙鸡。又空大，啊！硬要放哎、欸，因为我没子弹了。明帝就在隔壁啊。欸、对耶。虫子用 KO 珠有用吗？没有。你说用虫子把它撞到倒？对啊。可以啊。不行。虫子撞得倒？撞得倒，但是虫子不是 KO 珠。KO 打人力量都不是。对啊。不然我这样我就撞了。哎呦！嗯，越飞越低，你去补子弹吧。他飞的地方都好奇怪啊。对啊，太奇妙。我还没来过这儿哎，白痴哦、喔，不要紧了。哦，他绕一圈到旁边那个小路的。不是这，杰克回来。去撞头吧。啊，痛！啊，痛！
为什么都炸我啦？买的。干！再见了，哎，没事。掉下来，掉下来了。哇，想周波打下四百六，就是三个，他三个会第二次唱的话是一次唱，那就一次打四百六，好强哦，也还好啦，因为他唱完全部大概要快十秒吧，哦，花蛮多时间的，对啊，比蓄力还久，但又打得少。干嘛呢？因为你左键不会按得很累吗？超正规。他是按他按三角形而已，不是吗？还是圈？哦，嗯，我不会累啊，我就一直按 Y、欸、一直按 Y 而已啊。哎、欸，觉得这样受力更简单的，这很简单啊。而且我这次虫子还没练好的虫子。啊。壮大。